总共三个尺寸，正常戴就好。然后呢，我们做了暗扣，所以暗扣看起来又更高级，加分感哈。这个叉位也很安全啦，就是不至于让你走路不舒服啊，或者上下楼梯、上下车会觉得危险这样。然后它也没有透光的问题。我另外一个附加价值，直接做穿搭给大家看，因为这就是日常的我。这条裙子是凉的。真的啊、对，因为这种裙子啊，很多人以为是什么西装裙热要命哦，不是哦，它是滑滑凉凉的。我很喜欢这一件裙子的显瘦度，那它屁股这边你看我捏起来的空间超多的，然后整圈都可以转，所以你们就正常戴就会很舒服，就会很显瘦了。贞子志愿购时髦带着走，请给爱心哦。